七月十七号开始运势很好，会鸿运当头，财气多多，三生肖一顺百顺，财源广进。井号生活井号好事井号状态井号运势井号运势。属蛇的朋友从七月十七日开始，势头也很猛。虽然你们会遇到很多挑战，但是你们凭借着自身出色的实力，再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，一定会克服所有困难，成功到达理想的彼岸，事业会攀上高峰，财富会大富大贵，爱情会天长得久，生活会精彩纷呈，恭喜恭喜了。生肖兔，属兔人性格灵巧，他们心思细腻，很喜欢为别人着想，善良的内心广结善缘，为自己迎来更多的福报。七月下旬，属兔朋友走出逆境和低潮，他们迎来吉星、将星、太阴、关照，只要努力改掉行事冲动的毛病，定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机会。在鼠年，属兔朋友因为与太岁相刑，会出现一些挫折，情绪上非常不稳定，当遇到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以积极心态去解决，为自己的处境争取更多提升。生肖兔的人在七月下旬认真工作，也会迎来翻身，迎接光明，届时他们财运亨通，再也不为烦心的事情发愁。生肖龙，属龙人感情细腻，他们博才多学，善于交际，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，不管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，总是能够得到大家的青睐，人缘非常不错。七月十七日，属龙人整体运势上升，他们收获吉运，金钱暴涨。属龙朋友在工作中和同事相处融洽，利于谈判，利于加薪升职。财运方面，属龙朋友迎来一些机遇，有望小赚一笔。随着应酬增多，支出也跟着增多，所以花钱方面还是要控制，努力理财。